everyone. I am Jolie. Welcome to today's That's Mandarin Vlog video. Today, this lesson will be all in Chinese, and we will talk about one of my favorite traditional Chinese breakfasts. Are you ready? Let's go. 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家店叫桃园眷村 ，In English is 桃园 Village. 他们家呢有豆浆、饼、各式各样的中式早餐。一会儿呢，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看一下你想吃的是什么。那他们家非常有名的呢是油条、豆浆、豆花。烧饼、小龙、饭团，还有包子，都非常的好吃。如果大家来过中国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试过这些小吃。如果没有试过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不然的话要后悔的哟。您好，我要一个素包子，一个油条，一个豆浆，不加糖。好的。请问一共多少钱？一共三分一啊，这边之内的。对，在这边吃。好的。嗯。用微信还是支付宝呢？都可以的。都可以，那我用支付宝吧。嗯，好了，我们是33号，应当管，谢谢。嗯，那现在呢，我们的餐就齐了，所以我们点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这个你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I like the presentation a lot。这个是包子，用英文讲是 steamed bun。我们今天点的是素包子，里面是没有肉的。那这个呢是油条，就是 fried bread stick， 有点像墨西哥的 churros。啊，这个呢是豆浆，那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中式的早餐，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那我要。先尝一尝这碗豆浆。嗯，他们家的豆浆我很喜欢，味道很浓，因为我点的是不加糖的，所以它这个甜度呢是豆子自带的那种甜和芳香，我很喜欢。嗯，味道很好。下面呢我们要来尝一尝这个包子，我把它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点的呢是素包，来看一下里面有香菇有菜，外面的皮呢软软的，味道应该会很不错。我现在来尝。它的皮呢很 Q 弹，这个蔬菜和香菇混的味道也很香，非常好吃，满分。最后呢我们来试一下油条，这个油条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吃法，比如说在中国的南方呢喜欢把它和甜的酱一起，也有的地方比如说中国北方的地方呢就喜欢吃咸的酱，我呢更喜欢把它这样吃。蘸一下豆浆，然后满满的豆浆和油炸的油条的香气在一起，非常的棒。That's all for today, 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please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See you in next video. Bye bye.请问一共多少钱？那我用支付宝吧。我们今天点的是素包子，里面是没有肉的，我很喜欢，味道很好，非常好吃，满分。